印度街头啊，印度海边吃个小零食。Hello, how much? Masala 30, plain 20. Masala 30. Plain 20. Plain 20, OK, 30, masala. 听不大懂啊，就是加马萨拉那个贵的3块，不加的便宜2块。马萨拉那必须要加的嘛。胡萝卜削皮吃，讲究啊。这胡萝卜平时我自己在家要我干嘛我都不削皮，洗一洗就吃了呀。胡萝卜好东西。Come on, 打。搞点胡萝卜丝。Masala, 洋葱。Chili, OK。Kamiya, 这个是芒果 ,Mango。Mango。这个洋葱 ,Chili, Spicy。OK, 又加了两个调料进去。这 Tomato, OK, 番茄。这个柠檬还挖籽啊，讲究。Masala, OK, chili, 这个是辣椒，刚才那个是 masala, 多一点，默，听不懂算了。这个是，慢啊，这做一份小吃真是费死劲了，我看着都着急。然后我知道这个一会儿要加这个小米，一包一包的很多。哎呀。还加点香菜，讲究啊，这个阿姨真的是非常讲究啊，节奏也是非常的慢，一点不急不慢的，等得我都急死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我口水要滴下来了。这个作业本啊要现撕的。对 30 OK OK Thank you 哈哈哈。这个阿姨做的真好吃，调料足，挺湿润的，就没那么干，吃起来。这个酸酸甜甜辣辣，这很过瘾。